候宁静的小村外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12岁早晨是头发的蓝牙，在土地在70年代。发现了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观看，发现了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。上次睡到头来不算好，也不会经过了90年代。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瞒人家隐瞒，没有钱